本土社团今天下午在凯达格兰大道尾独派大佬史明举行百岁生日分享会，蔡英文总统以神秘嘉宾身份出席，约五点到场祝贺，并送上亲手写的生日卡片，也亲自用台语朗读。蔡总统说：“谢谢你，用你自己的人生向台湾人证明，只要坚持理想，一定会赢得尊严。”随后，史明不断道感谢，并依习俗吃下猪脚面线。市民表示，他很感谢蔡总统在百忙之中出席替他庆生。其实他从24离家在外之后就很少过生日，但这次蔡总统带着那么多台湾人来替他过生日，且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月，令他觉得承担不起。市民也说，他受日本文化影响，不懂得如何表达心中的情感，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替他庆生，一生也算值得了。他表示，他为了台湾付出，爱台湾的这块土地，他这100年的生命好像很漫长，但其实没有什么成就。蔡英文总统左以神秘嘉宾现身为史明右庆生，并送上亲手写的生日卡片，记者黄一书摄影分享。